一借东风顷刻消光，暑静云淡也是虚妄，挽起弓箭为着射穿险方，对酒当歌醉饮星光，相看一刻那需多讲，让情意竭尽释放在那尽头地方，活着是生不辜负厚望，又或是死得轰烈跌宕，用沉着巨富凶悍，用血肉成就绝地的曙光，患难时一起经历碰撞，在烽火中受仰望，泪流未遍地化妆，身在上受死！彼得与马超呢场激战，必当名垂青史。先生系几时到噶？啱啱到咗冇几耐，趁彼得与马超激战之时，由西关入城。你睇下，咁样打落去，我担心两人必有一亡。马超与曹操有杀父之仇，可堪大用。主公喜欢马超吗？如此猛将，何人不爱？包括他的西凉骑兵，亦是罕有其敌。咁好，等我略施小计，令马超嚟献学。当真？来此路上，我一直喺度谂，张鲁与刘璋本系世仇，为何会出兵相助？必定系受咗刘璋嘅重贿。张鲁有个军师名叫杨松，此人贪婪，贪得无厌。
间庸啊，你主刘备只系汉左将军，佢如何保我主做汉宁王？我主虽然官至左将军，但天子拜佢为皇叔，以皇叔之尊，保就跪住张鲁为汉宁王必成。唉，真系保密啊！只怕杨某收咗贵赠，但系就办唔成事，令刘备见笑。军师太谦虚啦，喺汉中地界，边个唔知系你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？只要你开口，贵主公无所不从。再者，我主公都讲咗，即使此事不成，亦愿同军师交个朋友，些小薄物，权作见面之礼。我心有不安，你谂下，马超出征在外，我就喺背后掰歪人哋，几唔仗义。在下亦敢问军师仗义，但马超并不仗义。请君师试想下，如果马超西征成功，咁佢喺汉中嘅地位就会凌驾于军师之上。再者，马超已失西凉，莫非佢唔想在汉中自立？好，主公啊，嚟嚟得正好。哎，你睇下。马曼喜与刘备交战数日，竟然令他们不能前进半步，我有此良将制敌，再加上刘璋在西边策应，串东串西两面夹击，刘备必败。主公啊，唉，就算刘备败后，益州亦未必是主公啊。此话何解啊？主公试想下，马超为何投奔汉中啊？正因为他败于曹操，失去西凉根据，无处安身，咁佢先暂寄离下。我担心马超一旦取下益州，岂会不自立？此话可有凭据？细作探报，马超之所以喺嘉盟关不胜不败、不进不退，是因为他正与刘备秘密谈判。刘备呢，想要马超取汉中自立，由他取川地；而马超呢，想要刘备取汉中，自己取川地。因而先故意保持住不胜不败之势。两家正在为谁取汉中、谁取川地而相持不下。若两家一旦达成一致，川汉两地就瓜分完毕啦。或马超，或刘备，必来攻袭主公啊！对，如今仲唔可以惊动马超？咁啦，立即派人传令落去，就话曹操来袭，叫佢马上班师，等佢翻嚟之后，再将佢问罪。遵命。张老突然令我班师，为何？话系曹操突然派军来袭。冇可能，曹操正于荆江一带与孙权交兵，有乜可能同时进犯汉中？即使进犯，张老爷应该早早得报啊！张飞又嚟啦，快快禀报！咩事？报！将军，那个张飞又嚟挑战。呢个匹夫狂妄之极，我马超一世英雄，如果连个张飞都打唔败嘅，我今后又如何立足？叫信使回禀张老，就话我攻下嘉文关，再撤军。马超竟然抗命不归，仲向我杀粮草军械，岂有此理！
主公啊，马超唔肯回师，更证明其心不轨，主公不可不防啊！咁样啦，你亲自去传命，告知马超唔班师都得，限佢一个月之内达成三件事：一，要取下西川；二，要斩下刘璋嘅首级；三，要击败刘备。三件事办唔成，我短佢个粮草。遵命。呢三件事件件万难，我如何喺一个月之内做成呢三件事？咁岂不是要将我逼上绝路咩？将军，唔系主公逼你，系你自己喺主公面前夸下海口，话要生擒刘备、诸葛亮。如今已过数月啦，你就止步关前，不进不退。主公咁系外释将军，咁先叫将军班师回汉中啊。如果唔翻呢？粮饷、军械都喺汉中境内等候，将军无粮，如何继续作战啊？请回报主公，我即刻办事。唉，咁做就啱啦，相信主公定必出营三十里。决定班师啦，为防刘备掩杀，各营留低全部辎重，轻装不迟，以最快嘅速度退回汉中。遵命。马超奉命回军啊！三日间，大军已经过咗汉中界，回军速度极快啊！咁正系在下担心之处。主公试想，马超咁系回军啦，抑或系进军啊？之前主公命佢回师，佢就推三推四，唔肯翻嚟。今次又翻得嚟咁急，会唔会其中有诈？主公，你不能不防。快，增派兵马把守关隘，唔准马超进入汉中境内。遵命。请住，我系马前将军马岱，奉命班师，速速开关。主公有令，不准开关。既然令我班师，为何唔俾我哋入关？入关可以，请将军所部放低兵器，徒手入关。放肆！你视我哋为敌啊！放箭！将军大将！将军，将军，张老究竟是何居心？我谂张老一定系猜忌大哥，一定系嗰个杨崇喺度作怪，使人阴阳怪气，苏罗睇放我。你仲记唔记得？去年张老想将女儿嫁我，亦系只系从中阻拦。大哥，过去嘅事就唔好再提啦。如今国军系进不得，退不得，困在荒野郊外，如何是好？将军，诸葛亮拜见。诸葛亮，诸葛亮拜见马超将军。阁下为何到此？
得来做你的睡客。我战剑身磨，正少一头颅待斩。阁下不妨直言，如果话不投机，就请示剑。将军大祸不远啊！恐身磨之剑不能斩我头颅，将军必将先试。我有何祸？我听讲，越国西施，善美者不能蔽其美，齐国无艳，善美者亦不能掩其丑。日中则则，月满而归，皆世间常理。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，与陇西又有切齿之恨，目前困坐于此，观剑而长叹息。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，后不能制杨松而见张鲁之面，四海不容，一身无主。昔日魏乔之败，冀城之失，今日又将重现，将军有何面目见天下人？你讲得冇错，我马超一世英雄，今日真系走投无路啦。将军既愿意听我言，将中何故伏刀俯首？退下。是。马将军，我主刘皇叔礼贤下士，爱才如命，并有誓言传及四海，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。我主此生大业，就是要剿灭曹贼，中兴汉室。令尊当年曾与我主共同在汉帝的玉带物子上杀血盟誓，相约共讨曹贼。此事将军应该知道，将军原本是英雄豪杰，当代义士，只是为了全身，先不得不屈身于刘璋帐下，此真乃将军之不幸也。将军何不弃暗投明，归于刘皇叔？此者上可成父子报父仇，下可除奸逆立功勋，马腾将军在天之灵必为你欣然长啸。马超愿意归顺刘皇叔。将军请起，请起。我主又得一虎将，益州指日可待。先生，就等马超夺取益州，为皇叔立功啦。主公，马超率大军至城下，请主公圣上回话。系啊，我早就讲过，马超定能击败刘备嘅，系咪？如今他果然来了，请刘贵玉相见。请刘贵玉相见。孟喜将军稍后，我即刻开城相迎。人力速速开城，否则我就立即攻城。你讲咩话？我要归降刘皇叔，今日奉命取你益州，阁下最好速速开城，以免生灵涂炭，否则半日之内必将城破人亡，玉石俱焚。哎呀！主公，公行，所有人都舍我而去，你点解仲唔走啊？主公认为益州一个忠臣都冇。当初我请刘备入川，你坚决反对。如今我后悔莫及啊！当初应该听你嘅忠言。主公，你以下如何啊？大势已去，开城投降啦，亦可救合城百姓。主公，
城中尚有兵三万，钱白粮草可支一年，何不坚守以待时变啊？公衡啊，如果人人都好似你咁忠诚嘅，唔好话有三万人，就算只有三千人，我亦愿战。但系世上忠臣太少啦，先有张松法正，佢有李严、李悔，跟住仲有边个都仲未知啊！弊啦，主公，主公，主公弊啦！东城守将开城出航，刘备大军已经进城啦，主公。点啊？我讲得冇错啩？我唔开城，自有人开城。唉，咁亦系天意啊！主公，我愿保护主公由西门杀出。今日杀出西门，明日又何处安身呢？我父子二人就属二十余年，无恩德加以百姓，再打落去，血肉捐于草野，我心何安？投降吧啦，主公，主公，主公。你就是益州的恩修策席，从此以后西川尽归你了。请仁兄善待蜀中百姓。非我不义，取益州实在是逼不得已，请勿记恨于我。记恨？我恨天，我恨地，恨自己，唯独唔敢恨你，刘皇叔。堂堂西川之主，竟整日沉醉于美酒佳人，岂能不辜负咗大好江山？枉为人主，跪低！头可断，实不可屈。仲跪低？仲跪？跪！退下。是。足下就是王权王公衡，我请足下来是想问几件事。请便。我听说在城中所有文武
弃刘桂玉而出逃时，只有你保护他，想突围出城。正是，我仲听讲是你建议斩了张松的首级，送到我面前示威。半主之策，不斩待何？我仲听讲切腹落风波，亦是你的主意。刘备，只可惜你不在的路之上。刀斧手何在？还不取我首级？足下乃益州第一能臣，人言王权自西川，如同张超自江东。西川一十二郡，粮饷赋税，兵马器械，你无一不烂熟于胸，穿熟大地。若无你王公行的治理，恐怕早已败落。冇错，确实如此。可恨奸臣，容主坏了川蜀大好河山。呢度有封书信，请先生一阅。何人书信？一个被你害死的人留低的遗书。边个？庞统。我死后，主公定能平定西川。自古蜀中多才俊，请主公一定要量才录用。俾佢哋成为治理川蜀、中兴汉室嘅国之栋梁，尤其系王公行，佢堪称蜀中第一能臣。主公千万唔好因为我之死而记恨于佢，忠臣难得。王公行如果不能为主公所用，我死不瞑目。刘备斗胆相邀，请你升任右将军，执掌川蜀所有民政。刘皇叔，我王权效命。庞士元可以含笑九泉。益州州牧刘备承天受命，拜关云长为荡寇将军，赐看守亭侯。张飞为征虏将军，赐新亭侯。拜赵云为镇远将军，黄忠为征西将军，马超为平西将军。
孔明，你仲记得你嘅隆中三藏吗？记得。第一步取荆州，第二步取西川，第三步取天下。是。而今我哋已经行完咗头两步，三分天下，已得其本。我对你嘅感激之情，无以言表。主公为何仲郁郁寡欢？封锁庞士元，同两千名将士嘅尸体一齐烂于落风波。今日我携香烛同祭品前去祭奠，但无法辨认边一具系士元嘅尸骨。孔明，照此落去，我真系能一统天下。主公，天下之乱已几十年，四海子民无不盼望统一，无不渴望太平，想成此大业，非圣君不可为。主公就系天赐圣君。但愿我不负苍天。主公下一步应该令川属荆州休生养息数年，一则强兵富民，二则积聚粮草军械，待天下有变，就可率百万军攻取长安洛阳，一鼓二平天下，成万世大业。好，孔明，千骸法正义的自赎条例，你可曾看过？看过。法正在议条例之前都跟我商量过，我完全赞同法正欢迎醒法之主张。为何？四百年前高祖皇帝入汉中，曾与当地市民约法三章，诚信爱民，轻徭薄赋，为此市民皆感其德，做高祖皇帝共成大业。今日主公入川所，犹如当年高祖皇帝入汉中，亦应当欢迎醒法，以慰民望。此条例我已经驳回了。为何？法正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当年高祖帝之所以欢迎醒法，正正是因为秦王暴虐无道，万民怨恨，故此高祖先反其道而行。而刘璋父子自赎多年，正正是德政不举，威仍不缩，宽之以惠，顺之以恩，君臣之道渐遭凌替，朝野间百弊丛生。为此我哋非但唔应该欢迎醒法，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施以严刑峻法，恩威并举，令蜀中上下有节，功过严明，是非尊卑辱皆有尺度，官吏百姓皆依法从事。数年后川属大治，到时就可欢迎醒法。主公，你一向
都是以仁义为本的。孔明，仁义亦分大仁和小仁，大义与小义。目前汉室中兴可望，我欣喜之余亦忧心忡忡，为了令汉风严惩，纲常伦理回归有序，虽有不得已，却亦要为之。与大汉四百年的基业相比，我之前所行的仁义都显得太渺小。今日律法严明，以法治国，正正是取大义而舍小人。孔明，请重新拟定治粟条例，再呈给我睇。知道了，遵命。先生，同众民冇去庆功啦，我要再陪下士元。由呢一刻开始，诸葛亮明白刘备唔再系以前嘅主公，佢已经成为真正嘅君王。义父八步穿杨，丝毫不减当年之勇啊！成都冇信使嚟咩？有啊，主公喺成都大封文武百官，重赏各级功勋，赏我荆州将士黄金五百斤，白银一千斤，钱五千万，仲有熟棉千匹，缎五百匹，系一时讲唔晒，太多啦！唔少啦，唔少啦，大哥真系今非昔比。豪气好多，主公用册封咗五虎上将，义父乃五将之首，赐看守亭侯。系边五虎上将？义父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马超。翼德同子龙系自己兄弟，理所应当，不必多言。黄汉升系老英雄，被列为五虎。都仲講得過去。馬超係何許人？剛剛降服咗就被大哥列為五虎上將，此人不配。平兒，孩兒在。義父，等我收書一封，送往成都，面見主公，替我謝恩。
云翔听讲马超武艺过人，想入村嚟同佢比试。主公，云翔边系要同马超比试？佢系唔服马超，亦被列为五虎上将。等我收书一封，俾关平带翻去。好，你复佢一信。亮文将军欲与孟喜分别高下，以量度之。金美贤公受任守荆州，不为不重。倘一入川，若荆州有失，罪莫大言，为其明诏，弟孔明拜上。你睇下，军师赞我系美贤公。关平，将军师嘅信抄上50次，等荆州嘅文武都睇下。遵命。子敬啊，刘备已取下川蜀，你认为我哋去攞荆州，攞唔攞得翻？绝对攞唔翻，只有我哋喐手去取。咁点解仲要白费功夫呢？请主公企喺刘备嘅角度上谂下。刘备取川蜀之后，自然等住我哋去杀取荆州，甚至连如何答复我哋，诸葛亮都为佢谂好咗。如果我哋唔去杀取荆州，诸葛亮定会生疑，佢会怀疑乜嘢呢？佢会怀疑我哋暗中起兵去取，所以主公必须派人去攞一次，一者可以麻痹刘备，而且亦代表我哋先礼后兵。你认为可派何人去？在下已经想好一人，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。人嚟，在将诸葛瑾全家老少全部捉拿，押入大牢。是。天下英雄，谁是？
今个冬季，中环又为你安排咗好多精彩嘅旅。